会凉凉。乌龟凉凉。到底是什么乌龟娘娘，让每个人都深皱眉头，一头雾水？原来是这桩餐厅公告，一共四句话：乌龟凉凉，掐麦侠魂，叹吉心扣，请勿欠笑。十六个字到底公虾毁？网友也是不飒飒，我以为是乌龟娘娘，这有文法吗？太难翻译了。十六个字分开都会念，但凑在一起跨龙膜。乌龟凉凉，麦呢？你麦？你会念吗？想要看懂这四句翻译年糕，恐怕得刻好几块。原来要用台语才能翻出来。乌龟凉凉，台语乌龟凉凉，有开冷气啦。掐麦夹婚，请勿抽烟。叹吉辛苦，赚钱辛苦，请勿欠笑。小本生意，请勿欠账。就是来的凉凉。第二句是掐麦夹婚。加麦加荤，用台语念看看，好像就比较大概知道意思了。这样用台语翻中文，虽然已经见怪不怪，但这一张公告程度太高，不懂台语的人恐怕像看天书一样难。推测餐厅老板台语挂的，连公告也要落台语，引发讨论话题。九黄勋、邓明，高雄报道。